今天就是 Sun God 的一天，然后等一下我化一化妆，然后就要出去。我看到警察车，还有警察，我现在看起来有点可怕，因为昨天生活习惯有点差。我们现在要去了，去的路上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大家的穿搭。Oh really? Wow. Megan. Don't look at my legs. Hi. Oh. Hey, Ali. Hi, Ali. 所以呢，各位，我今天有戴假睫毛，然后现在风超级大，我超怕我的假睫毛会飞走。圈圈香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粉红色的环，然后你才可以就是回家，就对了，就为了安全性。看你身上有没有带口红，然后还要过这种门，里面转过来就是我们的会场。这边有免费的照相的，然后卖双大的衣服的，然后避免黑衣服，叫什么猎人？不知道，一排厕所，超多。我们现在超累的，所以休息了一下下，然后等一下应该就差不多结束，就回家。然后我等一下要跟高中朋友吃饭。Hello, I'm Z. 活动的尾声了，这个帐篷里面就是卖一些，就是这次 Sun God。